蔡英文总统的春联可以拿吗？还没有送到耶。你好，我想索取蔡英文总统的春联。还没有送到耶。好几个民众跑到民进党台北市党部想拿小英春联，扑了空。因为我奶奶她非常支持民进党，然后她也非常喜欢小英总统，想要拿个春联沾沾喜气，然后她的设计还蛮好看的。往年我们大概都会收到大概1000份左右这样子，那因为民众来索取都非常非常的踊跃这样子，所以都是供不应求的。目前在民进党地方党部是还拿不到小英总统的春联，但是如果急着想要，在台北市地区的民众可以利用平常日时间到总统府内来参观，即可索取。1月23号起到2月14号，除了总统府配合参观活动发送，其他各地行政院联合服务中心也开放民众索取。各位报告一下，大家蛮 lucky 的，总统府今天寄总统的红包跟春联到我那边，要给所有的洽公民众。官员拿麦克风广播，主动出击发送蔡总统春联，因为宣传不够，中南部乡亲都不知总统府春联题字“万物当春，幸福共好”也被发现有藏头。万幸吗？如果没有幸福的话，会有点糟糕。不会到幸福啊，会觉得会开心一点点吧。网友也揶揄小英能过新年要觉得万幸吗？继去年的自自然然，今年万幸两字藏头，蔡总统想讨个喜气又先招来话题。记者洪富仁、黄明君、邵玉敏 SNG 小组台北高雄报道。